为了报答永爸永母，伊决心唔嫁做老姑母。虽然讲我唔是你亲生的，为啥会人哦？一点咱成就这部款咁快，因为永远提做伙，因为永远袂分开。为了照顾无血缘的小弟小妹，伊甘愿牺牲一世人的青春。我一定想尽办法，把咱全家打落来。就算讲我一世人无嫁，我嘛绝对无法的。看一个勇女安怎用铁派意志打起一个家，请看电视最新八点大戏《大时代》。